làm mà. Chưa có tiền cho làm là đủ làm.分量很大，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够吃。自己一个人，然后搭车过来。嗯，观众在。哦，我想说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搭路人变车了。健身为什么？我们上半斤大路，想说谁再过来的，担心。啊，我们那时候很担心。对啊，狂扣哎。然后中间还一直失联。对。想说是怎么回事？是去哪里了？晕车中。搜寻每一间餐厅，它那个评价都4.4.4、4.5。那台湾4点多算很厉害。对啊，台湾一堆人很爱留差评。日本超严格的嘞，我朋友说日本的什么三星以上就3个星以上就很厉害，因为日本超严格，他们压力很大，他们一定要在差评上面发泄压力，就超严格的。所以他们说三星以上的餐厅就感觉还蛮好吃的，然后说是我们太随便，他们太。那美国真的是很随便。是一个很友善的。
你开吗？超难开。开什么呀？以前啊。然后我们等下大车。在哪里买的？那个，那天是小梅他们去逛卖场的时候。我本来想说是不是鸭子爪？嗯，反正它上面写鸭子爪。壮汉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是什么用的？叫你去咬鸭吧。我刚咬鸭。怎么这样？很好开，不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那它是智取，我们是用蛮力。那你看，这现在是打不开啊！为什么？我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为什么？不是，你手指用力。哦，要压它边边，压边边，不是压上面。压错两边。哦，发现新大陆，我要试，是压两边，我要试。他有写压两边吗？他写 push down and turn， push down 是这里要 push down， 我以为是上面 push down。 哦，学到一课，大家知道以后怎么开了吧？知道了吧？魔术。讨厌，你都已经平常都在用筷子，外国人他怎么吃的？你看里面的容量是空气耶，我看这几颗啊？才空气晕车药，才六颗吧？是吃过的吗？这多少钱？我没有看价钱。哦，你都不看价钱是不是？这么盘。啊，你现在先吃，等下喝水吧。我没有很远啊，这边。下下，这坐什么车吗？啊，大概很近，就十五分钟吧。我们今天去那个花园的门票。嗯，花园很美。那时候你在吃意大利面。我在受难。对，我们本来要问你，但是因为你在吃意大利面，我们说算了。这意大利面是怎么回事？很贵啊，然后面很硬，可他们说美式意大利面很硬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他们就是鸡肉好吃，鸡肉。我点鸡肉。墨西哥餐厅都没有。那你等下可以去的，好吃。是你们去吃那间吗？我那间超级大分量的，超级大分量的。我蛮想吃墨西哥菜的，我觉得那个点一个应该就好。这边每个司机都跟我说要吃那个墨西哥菜。他有讲哪一间吗？有，要叫啥？我给你。看呀。那我跟猫猫吃完这个，可能墨西哥口味太重了。塔可饼啊那种的。嗯。我觉得高雄有一间冒烟的桥就很好吃啊。它是墨西哥菜。那间是美式餐厅吧？那还有墨西哥，还有墨西哥菜。墨西哥吗？感觉是美国。如果我吃了墨西哥菜的话，我发现台湾的冒烟的桥也好穿浴袍出来，出口的菜也不吃，花钱吃美食，带干粮。他穿着浴袍出来，哎，那边很多墨西哥餐厅，正常吗？粉红色的，对呀。